就是平时的话，哈德森会说中文吗？没事。你就讲。谁教你的？没看。大韩教的。你瞅啥？小娜弟。哎，他为什么说那么快呢？大韩教，他每天都这样对话。大韩应该跟巴斯现场来一个，对不对？哎。你瞅啥？小娜弟。你瞅啥？小娜弟。这个大韩平时也不教他们什么好哈，这也挺好，平时调节气氛啊，平时调节气氛。对对对，但是我们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来，其实哈德森和巴斯跟辽篮的队员们融入得特别好。巴斯呢，有人说他。